毫无表情的爸爸，那个是弟弟吗？对啊，弟弟变成苍蝇人了。哦，接下来是牛灾，The fifth plague, 第五灾，diseased livestock. 疫灾哦，瘟疫的灾情，拿到了生菜，然后哎呀，好恶心哦，帮牛挤痘痘，恶心，应该是要挤一样的这样子。哎，然后呢？这边两个橘色的嘛，对不对？只能挤两次哦，就这样子而已。算了，等下再说。给你吃菜，怎么了吗？你不吃菜吗？哇，超会喷！佳明的鲜乳。哎、欸，你知道那个超商真的有卖佳明鲜乳哎、欸？你们敢喝吗？不会觉得味道很浓吗？佳明鲜乳，这是干嘛？我是没有买过啦，我不知道喝过的人感觉如何啊？连羊身上都有，好恶心哦、喔！这些瘟疫是怎样啊？还可以这样子搞哦、喔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这怎么玩？二过来变成一，那就分配豆子的那个概念嘛，要把所有豆子都分配完毕，是不是？剩下两颗。我分都会多一个出来啊！我们要画那个五芒星有没有？那从最多多多的开始啊，这里嘛。这样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哦，好玩呢，这样子。这样啊，大家都一个公平，很公平，很公平。好了，不公平了，有没办法连的，哇，全部弄掉。加这灾有六灾，牛奶口味的。我是没喝过啦，我不知道佳明的鲜乳到底是如何。老头，我是王者，电话没电，QQ，嗨，你好。这一定要先做连结嘛？我觉得这应该是从多的来分布，那个多的来分配少的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哦，从多的来分配少的。这样子，Yeah！先这样再说，不管了。哎、欸，不行。哇，这断掉了。哈哈哈！是怎样？可恶，不行！但是线不能碰到这个边界，它直接断，不行啊！哦，可以，过了，就这样，多了一个叉叉标记，然后结束了。这到时候可能要是那个东西藏在里面，把它挖出来啊，好不好？莫名其妙解完，阿妈，你在创啥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哦哦，小当家，然后切菜飞起来，然后直接甩到锅里面，有没有？更不用拿。哦，还有做的顺序哦。
秀湖汉堡，我突然肚子好饿，好像很好吃的样子，感觉很好吃哎。等下再说，我觉得那个刀子应该是拿来插这个羊的，我就这么觉得。Oh my god！ 羊肉培根，哇，这个羊都不会怎样哦，这么厉害！哇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哎。通知，哎，拿起来了，看一下其他的。那还好多水果、哦，这个又要干嘛？一二一二，放这里。哇，这看不懂，这个待会再说吧。哎、欸，这里哪时候有个厕所啦？茅厕？等等，你现在给我茅厕，意思是怎样？你不要跟我讲说有人躲在茅厕里面哦。我会觉得很夸张哦。哎、欸，爸爸不是被蛰死了吗？怎么现在用绷带啦？汉堡。哦，我们要做汉堡给他们吃啊。I want my burger. 我想吃汉堡。然后爸爸都不讲话。好哦。那这个蔬菜待会再解，我们待会再过来。等一下，这蔬菜会不会可以不用桶子啊？不行。我们先回去牛的那个地方，然后这个菜也剪了嘛。对，先来看牛，会了，装有牛奶的桶子，这到底在说？现在这事怎么办？一样的，可以啊，明明就可以多点啊，为什么第一次点的时候他完全不给啊？我觉得应该是 bug 之类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对哦，为什么？这样，哦，我大概懂了，我大概懂了，就是怎么讲，最后一个按的那一个要对应着它的那个部位。哦，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，比如说我按了这一个，然后再接这一个，那就要依据这一个的图形去挑最后一个，就是这个，有没有？它就不会给你退回来了。那这个的颜色呢，在这里，那这个颜色是圆形啊，咱们呢就要用这个圆形去挑这一个呀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呢，这看起来就像是一根 R20， 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要挑一个 R20 点下去。啊，最后出现的呢，又是这长得像一块牛排之类的啊，它的确也是一只牛啊，没有错。点这一个，好了，我会了。啊，不对啊，这样尴尬了。哦，我会，刚好嘛，白底嘛，白底，过了，去吧。好了，我有牛肉了，这个牛肉不会怎样、欸，超屌的，简简单单。所以说这个桶子倒牛奶在里面，哎呀，为什么倒下去直接会滚？要做成奶酪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呢，倒酒之后就拿来发酵，就变成乳酪了，起司，好好吃的样子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，刚这边居然有一只狼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狼哥哥，又来了。我看到一只猪，猪不见了，那个是猪还是狼？狼猪，可爱呢。我再退一次，没有了。切切切，小当家，切切切，呀，切切切，气死不用切啊，煮。好吃啊，睡呀、啊！哦，我饿了，怎么可以这么的好吃？天啊，我的天啊！大家肚子饿了没？哦，砍你！
山猪啊。哪是月月？明明叫山猪。哎，怎么会有人在那乱打呢？先给你禁言一进来就来乱的。等等，叔叔拉出黑儿子，还蛮屌的。OK，解决了混乱之源，我们可以继续了。那个气势包那边 OK 吗？啊，我们还有这个没解欸。其实说真的，我有点看不懂他这个意思是什么，是这样意思吗？诶，二就这样消失了，那其他部位呢？这可能等一下才会有用嘛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叔叔等一下要吃坏肚子又拉了，然后他会跑去茅厕，啊，然后我们拿他的大便来施肥。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？是不是没有错？等一下，我这个顺序会不会错误啊？哎，都已经摆了。I want my burger. 等一下，我这样失败了吗？还是？哎，I've still got a headache. 我还是很痛。获得了绷带，我居然获得了 I 绷 want 带。my burger. 把绷带拿下来会说话是吧？这里是不是？你说坐标？顶多没成就，没成就算了。两点就是冬瓜，一点就是柿子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拿刀把它刮一刮吗？它这边变浅色了、欸。到底要干嘛、啊？不知道他什么东西没给你任何交代啊？X 跟 Y 的坐标，你是说这边往右边一格变这个样子吗？这样子。哦，是这样象限下来，这样子，全部都有交汇到这样子，干多了一个，这是什么香肠啊？一过来这边三，哦。一二三，所以这边会直接被盖过，然后这边是一，看，我终于懂了，原来如此，一，这样子，有了三条吧，靠腰，这种弄哪难呢？啊，这个要四条。有，快成功了吧？拉下来，呀！哦，好难哦！干，老师还有，干，不要玩了。他奶奶的笑！这最后一局了吧？拜托，不要再伤害我了。这要五条哦，OK，放这里。哎，不对，二已经过了，然后这个过一个，这样子，嗯。过了，干，好难！我花了大概半小时的时间了吧？花了半小时的时间，其实没有那么难，真的。其实就应该是讲说，就是突然脑袋会
卡带，你知道吗？就脑袋突然卡死，然后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因为那个整个画面实在太混乱了。哎呀，抱歉啊，我比较含蛮一点，I'm sorry。没有人是这么的天才的。来，切切切，切切切，这个要不要煮啊？这都是直接生吃了吧？生菜呢？好哦，我们终于要把这一局给结束了。啊，开始这边。快吃快吃，吃死你！哦，跑去落晒了。嗨，你好，你需要卫生纸吗？放屁的声音，挖屎！哎呦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不要用这种东西，好不好？很恶心，还真的啦，恶心死了。这是什么？他在干嘛？他妈妈也想要长生不老是吧？他的母亲也想要来个长生不老是不是？你需要一把刀。哦，我看不懂。好了，哎。往生了是不是？还是吃完就去睡觉啦？好，我们过了，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。没想到他妈妈在下面画长生不老设计图，居然是在屎坑里面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好像一直走错边，是不是？这边。哎，我走错了。迷路大哥大，这边，然后在这里，对对对对。哎，我没有拿到方块吗？所以说我还没解完，我的方块呢？我以为我解完了。始终世界，封面怎么是阿克啊？我记得我已经换过图片了呢，可能是网络延迟吧。抱歉了，哦，要把它点完哦。喂，刚才出现 BGM，黑盒子，里面有锈蚀，里面有锈弧的长生不老秘密。点完了，下去吧。瘟疫结束，剩下剩两个。方块 A 呢？在哪里？在我的内裤里。下一个，The sixth 第六灾，总共只有七灾而已吗？整疫。哇，我们的牛死掉了。为什么这里稍微有点卡顿啊？在老头大帅哥的那黑色裤子里面，啊，空瓶子。哎，为什么现在这里门又关起来了？然后有人吗？哎，为什么变成他啊？变成瘟疫大哥了呢？他要什么东西？他也没跟我讲他要什么东西啊，就一只手伸出来这样子。你要什么？瓶子。他要有装满佳明的瓶子，你要我现在做出来给你吗？嗯 哼，阿内姆汤哦，哥哥这样子姆汤，哇，直接给他瓶子吧，不行哎，要装什么？根本看不出来这个瓶子可以拿来装什么啊？
湖面吗？也不对啊。现在我们唯一能点的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就剩这个骷髅头啦。啊啪啪啪啪啪，没有反应。人家来治病的，真的吗？那个面具人是黑死病时期的图像。阿内姆康哦，拔草测风向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不能拿来合体，给他咬烂，他要我们做药给他，啊，好吃好吃，哦，咬一咬流血，阿内玛也塞，好吧，来送你，这是我一个月的产物，28天都会有的东西，好，放我进来了。玩弄香菇头，卧病在床的叔叔跟阿嬷，这是什么？小蝌蚪。时间？哦，吃药的时间是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总共有12个时段，但是这边却只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下面的话是大概10点钟吧，没关系，这个待会我们再想办法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。靠近仔弥漫着死亡的味道。不能点叔叔吗？哎、欸，可以。哎呀，叔叔，你还行吗，叔叔？叔叔，现在又想要解什么了？叔叔，叔叔，他外面局部的这些点的意思是什么？下来，哦，哦，我会了，秒懂秒懂，绿色吗？绿色，哎哎哎啊，对错了对错了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次。绿色、咖啡色、蓝色，还要对的颜色点有没有？咖啡，哎、欸，不对吗？啊，是这个是不是？看，真麻烦，寂寞麻烦。然后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 ，yes。帮你挤痘痘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啊，有时候总是会让我觉得猥亵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游戏。你要说它是解谜是没错啦，但是它真的有一些画面是让我觉得就是很莫名其妙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，为什么稍微想说好奇点一下奶头啊？真的可以点啊，点一下灯，灯灯灯灯，哇！点一点还有成就可以拿、啊，这个游戏实在是太疯狂啦 ，crazy 啊！那点另外一边会不会有那个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了，只有这边能点。挑逗时间，干我的天啊！这样子都有成就可以拿。这游戏到底怎么了？哎呦，啊、哦！天黑请闭眼。成就母汤，欢迎来到乳头的直播实况台。啊死！哎，我的天啊！哦，洋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，你会鼻酸，你会流泪，只要你能听到我，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谁唱的？你们知道吗？老头唱的。擦，啊，可以揍吗？
不行。嘿，你好，还要什么？哦，你要拐杖，我给你。有了，拐杖跟血衣做交换。我觉得这边应该有关着一个人，就跟之前我的锈狐系列差不多，我猜的。然后呢，这可以调整时间嘛？我大概懂了。然后这边很多个瓶子，待会也是要拿来装的。这是什么？胡椒，一把刀。然后这边写什么 ？key 钥匙。先捡火柴，一根针。他刚刚说钥匙是在哪里啊？在一个很奇怪的桶子里面。物件刚好印纸张的方向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来，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先去数数那个地方。等一下，这可以割吗？也可以耶，香菇就这样子割了下来。然后我们先开刀一下好了。不知，哎呀，左心室，你的心脏给我拿到啊！死前不忘调戏了一下尸体。干，我觉得我会下地狱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？胡椒粉给你。还是拿那个火柴擦裂鼻孔啊，帮他做缝合。哎、欸，好像不行，开了就是开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倒一下第一个的部分呢，它是十点的样子，可是我不知道它右边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应该是。时钟的时间，所以说他第一个应该是十点，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在这个地方，哦，不知道干嘛 ，X 嘛，好啦，不管了，我们先去试试看，还是说他是要一整套的啊？我去错地方了。不是这里。是你走开走开走开，上面是十点还是十一点啊？没有反应啊，十一点。不是这样子的。这边不知道怎么解了。还该不需要什么东西了吧？对，那不要了。它还可以，它有用吗？这个已经没作用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会不会是血液要一直不断的往上倒，然后再调那个时间啊？因为我现在这边还有一瓶，它总可以倒几次啊？可以把它倒满吗？他这也没有告诉我要倒哪里啊。十、九、二、十、九、十二，会不会是一个密码之类的？钥匙好像在放方块地方下面的石臼。给阿嬷闻各种物品，会流出各种颜色的鼻涕来做解药。阿嬷 ，The smell of death is in the air。哎呀，阿嬷这样不行啊！阿嬷你这样子让我有点害怕，阿嬷。不是啊，你鼻涕掉出来了。等一下，
他闻了胡椒之后鼻涕流下来，我要怎么去拾取啊？给你洋葱。算了，把它倒满好了。反正写这么多，倒不完了。哦，选择性的是吧？所以说他并不是说把它倒满，还有其他的东西要做就对了。可是我们必须要有空瓶，空瓶的话要找钥匙，才可以做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嘛。那空瓶是在这边的楼上，不是这里，空瓶是在这边，但是我们找不到钥匙。我是没看见钥匙啊。他说钥匙在这里，我们稍微看一下钥匙的位置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钥匙可能是在那个地方哦，很有可能哦。耶、yeah! ，入手，入手了啦！我会，我开哦，我来咯，谢谢。我们拿多少个？我们有三个空瓶。然后你刚刚有人提示说给阿嬷瓶，给阿嬷闻嘛，然后装黏液，对不对？来，阿嬷根本就是工具生产器啊。这个阿嬷很可以，给你闻心脏，也不行，给你闻香菇。The smell of death is in the air. 啊，唾液是怎样？唾液都装进去了，给你闻心脏，不行，给你闻这个，闻血液，又流血，这是成就啊。没东西了，给你闻洋葱，会流眼泪。哎、欸，真的，麦考阿嬷，阿嬷不要哭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有三样道具了，嗯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闻了，对不对？唾液、血液、眼泪跟鼻涕，这四样东西跟这个是有关联的吧？是不是？但是我实在不懂这个到底跟顺序。有什么关系啊？在干嘛了？还不小心拿到成就，对啊。阿嬷唔贪哦，他好像是每一个时间点都会有个状况，是不是状态之类的？等一下，欸、你可以那个吗？眼泪送你，他没有任何的反应。我们可以把心脏放回去吗？不行。嘿嘿嘿，挑逗一下。完了，剩下我就不懂了，真心不懂。给医生吗？真的吗？哎，卡密多安安。我们去找一下瘟疫医生。给你心脏，你不理我。哦哦，他会告诉你作用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反应。哦哦哦，夜臭啦，夜臭啦。这个是十点钟方向，鼻涕是十点钟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先做个记号才行。等我一下，打一下鼻涕，鼻涕是十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部位？
唾液是一点的样子，唾液一点，血液呢？十二点，血液是十二点。再来最后一个，也九点，眼泪是九点。眼泪九点，九点，好了，应该都知道了吧？我应该不会错了吧？我先看一下顺序来的啦。他这个倒完是可以再回来看嘛，对不对？鼻涕是十点嘛？鼻涕，然后眼泪，鼻涕眼泪，然后唾液，鼻涕眼泪唾液，鼻涕眼泪血液，鼻涕这是鼻涕，眼泪唾液，鼻涕。眼泪，血液，啊，圣水，超级圣水，我们获得了圣水哥哥了。然后你们有说火柴是拿来撑开眼睛的，是不是？欸、真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舌头跑出来了，给你喝我的圣水。哎呀，在干嘛？现在是什么情形？牙齿不整齐，给你吃心脏。哎，不对，给你喝唾液，是不是要放什么东西在里面啊？等一下，这个牙齿啊，这个牙齿上面可以松动啦！哇，原来如此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就是这样拼了嘛，拼拼凑凑的，我会斜角在这里。有，这样子，这个的话是这边，这里是这里。哦，有玩过俄罗斯方块的，应该就知道这是干嘛的啦。啊、哦。就对对准就对了，不要想太多。哇，这牙齿实在是有点乱七八糟的啊，哦、还真乱啊。咬，对啊，没有错啊。哦，抱歉，我错了，少一个，这边交换，嘎瑞，嗯，交换，有了。奇怪，为什么都没有？哪个地方有错误啊？这里没对到吗？再一次。好、哦，上面这个有了，叮，两个点一个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哪里来的秘密？看不懂。奶头这边吗？是不是跟奶头有关系啊？你说啊。噔噔。视频那样子给庸医会显示失踪版位置。有，已经解完了。说的是时钟的秘密是不是？可是怎么看不懂啊？时钟，这跟时钟有什么关系？两点吗？这跟时钟有什么关系啊？走错边了。
这个跟时钟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一开始这样子啦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样子。它是一个叉叉标记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吧，没关系，我们都试一次好了。原来是叉叉跟点是这样比的，没东西。嗨，放手，我们再去看一下牙齿好了。我看几摆。哦，九点，会不会是九点呢？高亮，噔，我试错了，没反应。为什么 AK 是五点？为什么？哦，从左边数过来是不是？一个，六七八，哦，用牙齿数的那个位置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回去看一次，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？我以为是直接照他的牙形的那个顺序，然后以为就是九点。哇，我真的是异想天开啊！来，再来一次。一二三四五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好，我会了，原来是这样子啦，原来如此，如此的这般，开门，等一下，刚叮了一声，哦，原来在里面，哎呀。哇，这是谁啊？好恶心哦！动了，动了。然后呢？开了。哇！谁会知道这鬼东西？他动了哎、欸！拿到了齿轮啊，拿去给那个啦，叔叔啊，叔叔需要，我们让他活起来。呼呼呼，缝起来，叔叔，你会不会动了？你变机器人了，叔叔，继续玩你的奶头。啊，活了还不放过他，干我超坏的。Boar，Boar，B-O-A-R， 来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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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啊啊啊啊啊啊！Nice， 嘿嘿嘿嘿，让我捡一下。这是什么？献出你的心脏吧！没有伟大的牺牲，就没有天堂岛的存在。啊，他把心脏的血倒在我身上，看我没捡到。不玩了，我要离开这该死的鬼地方了。让我离开这儿，走错边啦。Oh yeah， 结束了。玩别人的奶头，这边结束了，剩最后一个了。这一次的关卡好像特别短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边解完就没了？还是还有啊？哎、欸，还有啊，是这里啊，我以为是这个哎、欸。
The seventh plague. 第七灾。包灾。下雪吧，冬天的意思吧。包。嗨，妹妹，这是干嘛？溜冰？看你溜得蛮开心的嘛，一点都不像灾难的感觉啊。你到底想干嘛啦？踢到石头跌倒。哦，裂痕。产生了裂痕，看他滑得非常的 happy 这样子。围巾，围巾，哎、欸，我这行，应该是要放什么陷阱夹他之类的。哦，我会，我会，过来一点，乖，乖，就是这里，你跳错边了。拿那个冰锥砸死他有没有？妹妹好像 K 过毒哦。我是觉得我还蛮喜欢她的发型啊，嗯。嘿嘿嘿，行嘞。哎、欸，真的好恶心啊！抱歉了，死掉的松鼠毛。哦，可以把牛角拔下来用。还有什么可以剪的绒来啊？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叔叔好像变胖了？他老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我现在想要吃 ice cream， 你不要什么都想着吃好不好？你可以帮忙做点事情，不要满脑子都是吃的，好不？好吧，不要满脑子都是食物。啊，为什么把它丢进去了？啊，出来了！哇、哦，那个牛角当甜筒啊！哎呀呀呀呀！还可以这样子搞哦。那把冰块丢进去，松鼠毛。这样子他接受吗？不行，融化了。所以说我们还要另外一个，我们先给他吃一个好了。妈的，贪吃鬼！你不觉得我们的叔叔从头到尾都只想着吃吗？完全不想帮忙。刚开始想吃青蛙肉，后来落晒了，有没有？后来吐了。哦，这次又想要吃这个，看田三小、啊，算不理你了。看一下这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，又一个类似像是树枝的东西啊，要不要跟我讲要加树枝进去吧？哎，刚刚你好，蔡成瑞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树枝，有雪人呢、欸。噔噔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活人被冰死在里面的，这怎么解啊？哦，填充，又是小游戏时间。哇，重来。放这里，你、欸、看不行哦、喔，放过就不行了、喔，放过就上不去了。等一下，这样不对吧？卡了，这边必须，这边不能最，这里不能都是最后一栋。过了，然后呢？推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行？有一些一下可以，一下不行的，这是怎样啊？明明就是可以推过去，再推上来就过啦、啊，一定要这样子搞就对了。这个先拉过来好了。也、欸、不行欸，它的限制怎么那么奇怪啊？松鼠好可怜。哎，各位早。我现在不知不觉玩两个小时嘞、
这个 有人知道这款游戏它到底多长吗？总共几个灾难？七灾而已嘛，十灾。因为我要抓一下实况的时间啊，想说分两次直播把它玩完好了。不然的话，我怕这次直播完，然后下一次开直播就很短，一下就结束了，也不知道玩什么。现在我们好像是第六灾的样子啊。看这个拉过来，你也推不过去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，它只能动一格，超过两格了是不是就不行？我试试看，欸，这样也可以哦，啊，这样就不行，三格没嗯汤吗？有兵就能往前滑，你看我现在有兵了、啊，会给我滑、啊。太阳男你好 ，SD， 兵快掉进凹槽中，其他兵快可以滑过啊，这个就不给滑，偏心啊！你说你是不是偏心啊？滑过来不行，应该是要有坑洞它才有算，是不是？什么？要有滑到坑洞的那个，他才会算给你一个，这样子啦。哦，我懂他的意思了。就是总而言之，就是要有对到孔的，他才会算。你没有对到孔的，撞墙壁的那一种，他不算。了解。要有凹槽才可以滑。总共十灾哦，我们现在第六灾嘛，我在想说，等一下这一灾玩完，我们就休息好了，有点太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明天再把它做完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哇，嘿嘿嘿，重来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，抱歉。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。等一下，这怎么用？这一定要过来吗？这个是一定要想办法撸过去的啦，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保留。那我们先想尽办法把中间这两个给填空，不然无解，没有错吧？可是要如何做填空呢？答案是这个样子，然后。填空时间，耶、yeah! ！我太棒了，结束。然后这个一定也是要保留这一块下来啦，不然的话你也是无解。我们就只要把最后一个要保留的那一块给省，给停在那边，不要让它动。基本上应该是很好解，像是这个一定是放这里嘛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然后这个放这里。这个推过来，这个再放下来，这个再推过来，啊，过关，是不是？有一些东西啊，就是非常的简单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概念啊。这边有人讲说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还蛮中肯的啊。一个萝卜一个坑啊，你、欸、这什么好可爱啊？I want to be a showman。不行，我们要再收集一个才可以拿下来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那这是干嘛？放毛皮给你。莓果。啊，帮你围是不是？我知道。然后加上眼睛，哎、欸，不是吗？我们要做雪人。完了，我们拿不下来。这个有，我们插一个，看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。不行哦，冰淇淋时间下去吧，再加一下这个冰淇淋草莓冰淇淋哦，好像很好吃的样子，我的天啊，赞哦！
来啦，那去啦，都给你啦，都给你啦，贪吃鬼！你要不要连这个顺便舔一下？啊，这样他就没有手拿帽子了。为了吃啊，可以舍去他的帽子。啊，为了吃，什么都不要了。好的，居然为了吃，放弃了一切。所以说这个到底是干嘛的？哦哦，他会这样子滑哦。再来再来再来，到底要干嘛啊？啊，有两颗石头。好，裂开。啊！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他要让这四个木桩都裂掉，可恶，没有录到，表示生气。好，我们要顺着他的这个纹路一下，这里，这边，可恶，大概是这样子啊，再让他一轮。有人说要先拿水晶球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？还是说裂缝不一样，两个都放？我要拿这个，这里吧。有了。可恶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应该用这个，大概放在这个位置吧，或者是这里。我们先把这个解完，然后再去拿水晶球。水晶球有魔法，霹雳卡霹雳的妈妈，拉拉波波利娜贝贝鲁多这样子吗？有了，我们的妹妹要掉下去了。妹妹还活着吗？妹妹消失了。嘿嘿嘿。妹妹，你去哪了？妹妹挂了。有人说要先拿是吧？好吧，我们先拿。然后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居然掉了木头！哎、欸，上面有血、欸。三个可以拿来换方块，做一个这个可以拿到，可能是做完一个雪人可以那个，所以说这个是拿来当他的鼻子，啊，眼睛我们还没入手啊，我们还没有入手眼睛，我们先给他擦一下好了，不，嗯，为什么擦不下去？敲破，哇，没有用。哦，看到了，这边有一只鱼，鱼，深海鱼啊，就这样子没了吗？用处就是这样，还不能继续猎吗？我看一下附近还有什么，没有，就这样没了，也没看见有妹妹，妹妹不见了，哇，怎么办？哦，这边还有，哎呦！啊，这不是之前那个棺材的那个地方吗？啊，你不是变成苍蝇了吗？来，救你出来，快点 ！King， 啊，怎么没有破？放魔法，我们是少一样东西，这里，啊有哎、欸。King， 这样成功了吧？好了，做好了，然后呢？为什么它看起来像要勃起之类的？会动哎、欸，这样子。
弟弟会在溜冰解完之后，左边的冰壶出现。换魔法，我命令你重生吧，钱鬼，还你原形。他这个鼻子是可以调整，是不是？哎，为什么我只要点他的数字，他就这样子晃来晃去啊？对啊。那鼻子会乱动哎、欸。水里面靠北啊，在这里啦、啊。哎呀，不经意的乱丢东西，谁会知道锤子在那里咧？你说是不是？敲了敲了，嘣！哇，又掉了。然后这样重复的敲啊，真麻烦。来来来，哥来救你了，莫急莫慌。很麻烦，啊，就重复的剪。哦，我好冷，给你啦。啊 ，so happy。哎，我看见这个奶头一黑一白，哎。It's pretty cold in paradise。天桃的打真冷呢、啊。哎，你看他的奶头，为什么一白一黑 ？It's pretty cold in paradise。擦你哦。这样子。这样子，阿尼，阿尼，他如果指下面怎么办？嗯，怎么突然有声音？我是成功了吗？突然叮一声，来，再试一次，什么声音？哎呦！解开束缚，阿嬤，寂寞是你，阿嬤，阿嬤，你哪里阿嬤？ Let it snow， 下雪吧。不是啊，我要的是另外一个钻石。你现在给我看这个。你现在给我看这个，不对吧？ Let it snow。 哦，下水吧，下雪喽！ Coco Coco， 哦，吐出来，吐出来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来来来，呜，超级大雪，看看看会给什么。没东西了。最强的雪晶球，水晶球，最强的。然后下雪，掉下来了，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嗯，还是没有，再丢一次，把它砸破。哇，这个雪球好厉害啊、哦！这个砸烂欸，出现了，出现了 ，Oh yeah！ 阿嬤又乱来了，阿嬤金刚不坏呢。为什么我被关起来了？准备好面对你的命运了吗？阿木非常的紧张，不要让我替他吧。哦，所以说我被拉上来了，是谁要代替呢？黑方块结束了。哦耶，过关。
最后一个，现在是第八灾吧？好吧。The eighth plague. 第八灾，蝗灾，蝗虫之灾。啊，这应该会自动存档吧？那我就直接关游戏，应该是不会怎样。哦，可以直接选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就过完了，现在剩这一个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明天有空再继续玩这个游戏吧，好不好？今天先播到这里了。啊，有点累了，休息了。好吧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